我的项目谁管呢？你是谁啊？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你看我不投诉死你！这可是教学文化的吴总监。啊，您消消气，这边请。会议室我们都准备好了。哎呦喂，这都什么事儿啊？走走走走走。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我们环奥集团为了匠心公司接下来文化创品的新的 PPT 方案。哎，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叶子，你把匠心主推的产品都搞错了。什么？我今天算是长见识，连主推产品你都搞错了。吴总监，对不起，您放心，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如期完成任务。我给你时间？谁给我时间呢？我告诉你啊，这发布会的预案已经发布出去了，如果不能按时的履行这个方案，这损失谁来负责呢？都是误会，吴总监。吴总监，你先别生气，罗总他一会儿就来了，今天只是预演。你们预演都能把产品给搞错，正式方案能好到哪儿去啊？吴总监，咱们就事论事。哎，你。